少言去哪儿呢，他正在历史与现代交汇。大家好，我是郑州万华区的市议员郭昭言啊。那我现在正站在我们万华火车站旁边的这个万华站前广场啊，那它的旁边还有凯达格兰天阳这两个大饭店啊。那你看到我后面这个光雕很漂亮啊，这个站前广场这个美丽的光雕，然后这个广场就是昭言在议员任内的时候争取的。因为希望通过这个广场的开辟哦，然后这样的美丽的光雕能够让这边成为另外一个打卡的景点。那今天呢，我们有听到一些音乐啊，因为这边有几个艺人在表演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哦，登姐到了嘛哦。那我这次有在咨询的时候发现到说，虽然我们的万安哦，他非常的好，在郭昭言啊争取了这个登姐回到中正万华以后，那有一年柯文哲把他又拉到别的区去了，那万安上了以后又把登姐拉回到我们的中正万华，而且也已经宣示未来登姐台北登姐都要固定在我们的万华区举办，所以这会带给中正万华这个整个中华路这边非常大的一个繁荣的商机。那不过我今年咨询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因为中万华这边就没有一些活动，好可惜哦。所以因此我就跟观众局讲说，你起码也有点活动先进行的现阶段先带进来好了，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跟明天两天的这个街头艺人的一个快闪的活动哦。那现在呢，就是他们在自弹自唱哦。那等一下还会有这个吉祥物，就是熊赞会跟大家惊喜的碰面。那晚一点呢，还会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扯铃的表演哦。要跟大家讲，这边真的晚上好美丽，好美丽哦。那我去登节完了以后哦，去中华路那边看场馆完了，还可以走到这边来哦，来照一张相哦，非常的漂亮。然后看看街头艺人表演，今天跟明天晚上都有，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我争取的光雕哦，哎。这个为什么好像感觉像一朵花哦？像你们已经还在希望万华能够繁华再现哦，所以这么漂亮的花能够照亮整个万华。那在这个广场上，除了有这么多这样的光雕的花之外，因为我不在乎别人的。你看这边也有一些光雕，也觉得很漂亮哦，晚上真的非常漂亮。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个吗？这个像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是衣架的意思哦。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形状呢？因为在这个广场的周边就是万华蒙甲服饰商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万华火车站下来以后就到这个广场，会知道说哦，万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圈特色就是蒙甲服饰商圈，所以这就是一个意象。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晚上如果有时间来这边看看，真的很美，可以在这边拍照打卡留念。昭言姐姐教你拍出网美照。You've got all eyes on you, a nasty housewife lady, come out of your mom's shell and become a bombshell. You got this magic, you're stronger than you know. Get up and dance, get up and sashay with Shantae, work out blue bouffante. 我再说一次，我在万华区的万华火车站旁边的万华站前广场，所以大家赶快来哟！的街头艺人快闪等你哦，谢谢，元宵节快乐！昭言去哪儿呢？他正在历史与现代交汇，在万华和中城探索美食娱乐，昭言。